чего за игра вообще? Чем Гоши? А ну иди сюда, балбес. Я нашел эту девушку. Она находится там, в лесу. Правда? Отлично. Да. Пойдем. Пойдем. Мурас, продолжай, продолжай. У девушки сердце открываться начинает. Ма, 爸得的是恶性巨球蛋白血病。 说白了就是血癌，他胸腔积水，刚抽完就又出来了。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是不是让妹妹回来看看爸爸？老陈啊，来了。哎，别起来，快躺下，躺下。 今天的气色不错，你的那些宝贝鸟，我都给你喂了。你这林子里待惯的人吧，那些鸟，它就认你。你没吓着他们吧？他们的胆子可是比我小多了。哎，北欧啊，你快去上班吧。今天我来照顾你吧，有啥事儿？ 我再叫你，爸。那我就先走了，晚上我再过来看你。啊，走吧。妈，我先走了。啊，坐呀。哎哎。北韵什么时候回来呀？啊，我不让他回来了，让他在美国给你查资料，还能联系专家。哎。 你要的东西啊，我给你带来了，看看。你看，咱们那会儿是真年轻啊！那会儿我30。 你才28。Мамочки, мамочки, мамочки, мамочки. Не бойся. Кроме кожи, мяса и органов, человек состоит из 206 костей. Товарищ старший лейтенант, девушка, которую вы любите, каждый день должна трогать эти кости по нескольку раз. Ей нужно запомнить эти места. Чен, не могу себе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как бы ты себя чувствовал, если бы она тебе косточки. Я люблю такую девушку. Старший лейтенант,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тебе нравятся такие девушки, как я, правда? Чен 同学. Чен 同学, 请你要相信我。我一直在努力地回避着这种情感的表达方式。 У друзей н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секретов. Красивая. Как ты считаешь? Наташа, ты любишь господина Чен. Отецки, майор тебя. Включать меня тебе лю ситуация сложнее. Нас продали.
Наташа, два часа назад ты с другим мужчиной увиделась. Минимум вы обнялись. Наташа, это правда? Ты должна мне это объяснить.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моего нюха с детства превосходит простых людей. А способность умозаключения научил меня детектив Конона Дойля. Его мимику? Я поняла. Сегодня главное блюдо – жареный гусь. Это Чен Цзюмей приготовила. Пожалуйста. Отлично. Чжумей, Чжумей, 对不起, 临时去见了一下导师, 耽误了一会儿。 Чжумей! Чжумей, 我今天是鼓足了勇气, 来向你求婚的。 那好。 你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几个问题。你18岁就参加革命，现在过去10年了，你为什么还不结婚？建国前，我没有考虑婚姻的问题，是不想出现孤儿寡母的情况，所以一直没有考虑婚姻。建国之后，我一心一意在读书，是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有学识的人，能够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自从那天见到了你，我就已经决定了，把娶你为妻作为了我人生的重要目标之一。之一？因为是祖国送我出来学习，我就必须付出自己全部的努力，成为一个对自己祖国建设有用的人才。所以，我要求自己必须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自然医学专家。我要用自己的一生。 只爱一个女人，那就是你。Mi baby, Maradini, Yeraman Gichi Nemi. Mi baby, Maradini, Yeraman Gichi Nemi. 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呀，一转眼，我们就一起相守了半个多世纪了。我到302的。 第二年春天，就生下了咱们儿子。北欧现在都50多了。就是啊。你说说，咱俩能不老吗？哼，这个生命啊，在于关爱。你看，你这一陪着我，我现在就觉着自己跟个好人一样。放心吧。 会陪你一辈子的。病人已经上了救护车，我们已经按一级医院执行。病人血压80/55。 多巴200毫克，入100毫升，正常。患者双肺满布湿罗因，双下肺，呼吸减低。注射激素。地塞米松10毫克服入。地塞米松10毫克服入。目前病人的末梢血氧为90%，呼吸频率35次每分。好。 生命体征，目前血压已升至90/60毫米汞柱。好，尼采病毒中心所需标本，把镜头切换给战士。这些鸟怕不怕人？报告首长，这儿的我们不是首长，是医生。医生首长，这些鸟这几年越来越多了，它们根本就不怕人。我们这儿的生态环境很适合鸟类生长的。 我现在请你们回忆一下，在你们发病之前，有没有接触过这些鸟？我指的是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经常接触鸟的。
你们有没有摸过或抱过那里的鸟啊？报告，报告！我们这儿是各个鸟类的迁徙地，我们经常接触鸟的。我就报过。你们不用担心，不会有事儿的。思雨，嗯，你看，这个是不是可以确诊了？完全可以。 患的那个病毒，有可能就是这 HCN9。院长，政委，血样已经送到病毒中心去检测，如果按照我们的预案，是完全可以控制住的。通知各部队，按一级预案执行，特别是。 边海防部队，有禽类、鸟类多的地方，完全捕杀这片区域的鸟，不太可能，也不太现实，但必须在这片区域设置警戒线。陈教授，陈教授，现在是不是确诊了一例 HCN9 的病例啊？陈教授，这种禽流感有没有可能人传染人呢？现在中国大陆。 已经出现了疑似 H7N9 病例，不过我们已经很好的控制了疫情。我可以再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种病在全世界都没有出现人传染人，所以我们不必恐慌，只要做好防范工作，阻断了传染源，这种病没什么可怕的。好了，谢谢大家。 谢谢了，陈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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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再多说几句吧。陈教授，您好，我是电视台的小李。小李，啊，就是上一次我们通过电话，您答应我们做一期节目。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有很重要的事儿，咱们再约个时间吧。啊，您误会了，之前您说过。 医生是破译生命密码的职业，我就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当初为什么学医啊？哎，嗯，你说，我为什么要学医啊？<笑><笑> 你怎么了？你醒醒！他不会再醒了。要是有个医生在这儿，也能知道他得的是啥病。阿登，阿登，拿走！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 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你的经验比我多，我读的是教会学校，学医似乎是必然的选择。 怀孕了？你是？哦，张思雨，你以后的同事，专程来接你的。啊，你好，我叫陈君梅。知道，否则怎么能来接你呢？你专业学的传染病吗？嗯，我学的是儿科传染病，别的科室我也待过。我不喜欢传染病。
准确的说，不喜欢在外面医院待着，但是我喜欢这身军装，这件。哎，来，快给我！哎，师傅，让我来。院长，劲儿真大！院长，我代表302医院，欢迎你这个杨博士。哎，您好，院长。我没想到，院里唯一一辆的吉普车现在趴窝了，所以我亲自驾马车来接你这个杨博士。姑娘们，下车。是，谢谢院长。这边请。请。你爸呀，今天下午抽了300毫升的胸部积水，病情呢没有发展。回头啊，我把他的这个资料啊，我发给你啊。好，好的妈，我已经联络了这个瑞士和美国的血液病研究室。他们那边啊，有这种成功的案例。那我能直接跟他们联系吗？好的，妈。妈，你说这都几点了？你早点休息，千万注意身体啊。好好。喂，博士兄的最新检查报告出来了，病理分析情况不好。是吗？那，哎呦，你在哪儿啊？我在实验室。哎呦，这么晚，你又跑到实验室去了？癌细胞占的比例很大，恶性程度也很高。如果再没有有效的干预的话，恐怕半年时间都很难熬过去。这是你第一天上班，有些事情我得提醒你。传染病医院有四大怪：开门关门用脚踹，客人挡在家门外，地上有钱没人爱，谈个对象吹得快。这是一个充满了病毒的空间，尤其像你这样怀孕的身体特别要注意。从今天起，你就要生活在这样一个病毒的窝子里了。我的导师告诉我，这需要防护，更需要运气。好吧，运气。请。哎。3点连成一线，平稳扣动扳机。击中靶心就像击中病毒一样，出枪制胜。院长，病毒可不比靶子，看得着的靶子好打。看不着的病毒可不好对付，那也要对付。你们是干什么的？医生的职责是什么？就是要出枪制胜，这就是你们存在的价值。继续。是。是。你们家大学哲走了？嗯，昨天就走了。他就像一只候鸟一样，落雪的季节吧就回来猫冬，雪一化又去研究他的蜱虫。嗯，还好啊，只是对虫子感兴趣。去你的。
我们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孩子转到301医院去。不能转院，孩子已经很危险，必须马上气管切开。切气管？咱们是传染病专科医院，没有外科，没有外科医生，谁切啊？你切啊？还是转到301吧。不行，这孩子必须马上手术。陈大夫，陈医生，人家家属已经在转院手续上签字了，我们就要转到301医院去。301医院离我们有3-4公里，这孩子如果转院的话，肯定会死在路上的。这孩子要在这儿出了问题，谁负责？我负责。你去找张思雨护士长，赶快派人去药房拿麻醉药来帮我治疗。好，快把病人推进急救室。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你别着急，你要相信我。我相信你。麻醉针。我们医院的任务不是动手术刀，你这次行动把医院的信誉置于危险之中。擅自救人，我愿意接受任何的处分。可是院长，我以前在外科干过，我在苏联的时候我学习过这类手术，这种气管切开的小手术我根本不会失败，我是有把握的。说得好，说得真好，敢做敢当，像我的兵。陈俊梅同志，你做的是对的，不切气管这个孩子一定会死在转运的路上，我要表扬你。不用，这是我做医生的职责。基本的外科手术以后我们还会做的。这是家长送的锦旗，拿回去吧。等等，我已经提议并经院党委认真讨论决定，任命你为二科室的副主任，命令马上就下了。要入冬了，你也该回来了。救了那个孩子是给我女儿最好的礼物。怎么知道是女儿啊？我们已经有了个儿子，我跟国师都希望是个女儿。我是你的保护神，会让你健康茁壮的成长。我们每天都从传染病死神的手里面夺回生命，这种状态我特别喜欢。病毒在电子显微镜下是另一个世界，它的出现会让我觉得我们存在的价值。嗯，可是电子显微镜下的病毒五彩斑斓，但是好看不好玩，一旦染上甩都甩不掉。不过我受你的影响，我现在每天不在镜子下面看看它们，我反倒不适应了。This coffee I made just for you. Thank you so much.
请你嫁给我。送给你的。我喜欢。别让老陈看见。有啥不能让我看见的？我这心里明白得很。我这手里拿的是六位血液病专家的资料，还有他们对您这个病的意见，仅供陈大教授参考。对了，今天小魏来了。就是你们过去那个同事，魏国栋。哦。他不怎么在哈尔滨，听说了我住院的事儿了，说专门赶过来看看我。你说你们都不在，我也没法请他吃个饭啥的。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哪里不舒服啊？往上啊。往上，往上，往下看。你的黄疸已经明显下降，你一直在喝我给你调的药吗？当然了，陈医生，您的话呀就是圣旨。我呀现在每天都喝三大碗，就是晚上起夜有点麻烦。笑什么呀？陈大夫，您说，我明年还能再怀一个不？三妞又哭了。哎呀，你就不会去哄哄她？去去去，妈妈正忙着呢，好哄哄她。哎呀，陈大夫，不瞒您说啊，我这都仨闺女了，我必须得生个儿子。生男生女都一样，最重要的是要按时吃药，把病治好。那，哎，那您呢，就不能保我生个儿子啊？这要看你的运气了啊！方便方便也传染。五味子里面的确有保肝的作用。你看这三年来，凡是服用过我们药的人，他们的肝病都有明显的好转。说实话啊，我真的很服你。我记得你刚来医院的时候，对这个中医很看不起哦。这几年我接触中医啊，我发现山外有山，哎，我们的中医真是博大精深，太棒了。哎，是院长车。院长，院长。哎，院长，辛苦辛苦辛苦，为人民服务。刚才我走了三个医疗点，病人太多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来来，小薇，来，这是刚从部队团卫生队调来的魏国栋同志，他可是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从现在起他就归你领导了。陈主任你好，魏国栋向您报道，我对您是久有耳鸣啊，久仰大名。哎，小心注意安全。哎，知道了。陈医生。哎呦呦呦呦，慢点。陈医生啊，你要的五味子山上还有好多，你看我采的够不够啊？够了够了，足够了。今天我们采了得有100多斤，我都带回北京去。好，三磷酸腺苷它能够治疗早期的肝炎。嗯，哎，查一查它有什么化学成分，也许对我们有帮助。化学成分啊，它的化学成分是，哎，成分是分子是，
后面的我记不起来了。我试试。给。嗯，在这儿呢。啊。应该就这个吧。哟，还真是。对了，你学过三磷酸腺苷的生产工艺？我还真不知道什么三磷那什么。我就是看，反正国内有关肝的药物我都看过，看完就把它记下来了呗。好记忆力呀！起来吧，恢复的不错。一个月之后来复查。谢谢。吃了有什么不舒服，跟医生护士讲啊。嗯。怎么了，沈医生？你不舒服啊？啊，没事儿，好好休息吧。知道爸爸抓的虫子叫什么吗？草爬子。不对，妈妈说过，这虫子叫蜱虫。蜱虫。对，都对，啊，不过这虫子可不好玩，它呀会盯着你的皮肤，钻。遇到带病毒的，会要命的。那怎么办呢？不要紧的，我们就用那个烟头啊。对着他的屁股使劲一烫，他的头就慢慢的缩出来了。爸爸，妈妈病了，你能不能等妈妈病好了再走啊？长大了，懂事了，不要紧的，妈妈的病过几天就好了。爸爸是去工作，爸爸走了以后啊，你首先要管好妹妹啊，然后呢？把家也管好，当好妈妈的通信员，知道吗？嗯，谢谢大夫。别客气，下一位。阿姨好，我妈妈是你们医院的护士长，她让我来找您看病。嗯，你妈妈是谁啊？她叫林芳。哦，你是林芳的女儿啊？你叫什么？我叫金莎莎。过来，阿姨给你检查啊。哟，这个红发卡真好看，谁给你买的？妈妈买的。嗯，告诉阿姨哪儿不舒服？我哪儿都不舒服。我想跟你保证一条，请你相信我，我就想进咱们新药品研发小组。不是我让你不让你的问题。He's bothering you again. We are not studying growth. Chairman Mao's works. He will be a leader. He was a farmer doctor for 2 years and studied medicine for just 2 months. He will be trouble in our team. Man, 笑话我。我没有。我们在讨论一个病毒学的问题。
我想告诉你们，瞧不起共同病学人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会儿开会啊！我上那边贴去了。家伙走，贴轻点，贴轻点。好好好。三天三夜没合眼了，像莎莎这样红累积综合症引起的肝衰，肝衰并发症什么医院都救不了的。等等，莎莎，对不起，没能留住他，我的心被他带走了，大家都很难过。我给他做的病理分析出来了，这是谁都没有办法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吗？今天我在面对他的时候，我竟然束手无策。我突然觉得我自己的存在一点价值都没有。不行，我一定要抓紧时间研发有效的新的药品，要不然我根本就没办法面对。君梅，我再问你一遍，
你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对组织交代？我没有什么事情可交代的。没有什么事情，组织上五次三番的审查你，你太狡猾了。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组织军事化，领导一体化，亿万人民亿万兵，万里长征万里营，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文化革命齐大反，革命路上。陈俊梅啊，你是不是1948年秋天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第二医院工作的？是的。1945年，在你上海第二医院的工作档案里发现，你曾在原吉县的学校里加入过国民党。加入国民党？不可能，我从来就没有加入过国民党。1950年5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事实胜于雄辩。这是你原来的学校出示的原始证明，证明你在1945年10月加入的国民党。来，你自己看看，你看看。我再说一遍，我从来就没有加入过国民党。现在，我向你宣布院党委的决定，决定停止陈菊梅二科副主任职务，魏国栋同志担任二科主任职务，张思雨同志担任二科副主任职务。走啊！思雨，这是我家里藏的饼窝的梗，过来，好好的陪我喝一杯。这么多年，咱俩还没一起喝过酒。思雨，你看着。说我是叛徒，你最了解我。你说我像吗？俊梅，现在全国都在批查，清者自清，让他们去查吧。我不是叛徒，我陈菊梅。不可能是叛徒！我很早就入党，我怎么可能是叛徒呢？你别管我，你让我哭！思雨，我是医生，他们现在不让我看病人，我不就废了吗？啊，我现在不就废了吗？小声点，别让造反派听到。我不怕，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是叛徒，没有工作了，我还怕什么？就专心研究你的五味子吧，我会帮你的。菊梅，你好吗？我想告诉你，我们又发现了一个皮中的新品种，这是之前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现过的。只想告诉你，让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国师。真不知道这场风暴什么时候才能过去。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说我有腹水，可怎么也排不出去。昨天魏医生给我开了两副药，吃完总是拉肚子，
可腹中的水一点都没有消。啊，你是拉肚子吗？二，我看看你的处方。哦，你这个处方有腹泻的药物作用，所以你要注意饮食，少吃辛辣的食物，回家吃点薏米，能够消肿和利水。哎，你是干什么的呀？哦，我以前是这里的大夫。陈俊梅，这让你扫地，你是不是觉得大材小用了？院长，不能提拔不懂专业的人，光有热情怎么能够搞科研呢？院长，如果您这样支持坏人的话，我倒是要怀疑您的道德底线到底在哪里。我去把门关上。张思雨同志，我必须提醒你，不要简单的区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魏国栋是坏人吗？嗯，你是有学问有头脑会看问题的人。如果我对这个人的认识有些极端的话，那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他做的不磊落。你是不是想毁掉陈俊梅？我，你知不知道陈俊梅现在有个亲哥哥就在台湾，是国民党上校军医。现在什么时候，就他亲哥哥这件事情足以让陈俊梅脱掉军装。所以你必须要当好这个副主任，你只有当上这个副主任，才能保护陈俊梅，才能让他研究保肝药。是。我这是怎么了？尿的颜色怎么会是暗红色？是肾出问题了？肾炎？尿毒症？太可怕了。你发烧了，国士，见字如面。今天我真的有点担心和害怕了，尤其是面对两个可爱的孩子。我病了，病得很重，可能是肾炎，甚至是尿毒症。知道你在野外工作很辛苦，也很危险，但我必须得告诉你。哎，大姐，看看，哎，白菜啊，看新鲜的啊，好的。你们两个人注意看啊，我希望一两次你们就能够分辨出蔬菜的老和嫩，知道吗？嗯嗯嗯，我知道，掐了流水就是嫩，掐不动就是老。嗯，真聪明。比你爸爸强多了。来，咱们上那边走。妈妈，哎，是不是这菜便宜，来这买能省钱？是啊。
妈妈多么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够自己独立生活。你是哥哥，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顾妹妹，知道吗？嗯嗯。啊，来，新鲜的青菜。这是芹菜，知道吗？陈医生，叔叔好。哎，大家都来买菜啊？是啊，你也在这儿买菜啊？你们医院都是大忙人，医生，像我们人工停产的，买菜的时间可有。以后你要买什么菜，告诉我，我给你带回去。啊，不用，我自己行。哎，你们的孩子还是姥姥在带吗？啊，没办法，这不为了省心吗？嗯。啊，对了。你家老陈呢？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啊？上次还是春节在家里见的呢。今年也一样，他只能到春节的时候才能回来。哎呦，真忙，跟我媳妇儿一样。我们家思雨跟魏主任正研究你们家那大药丸子呢，说是要申请什么那叫药品批号啊？对，药品批号。是吗？你好，照相啊？对，进去吧。好，到那儿。好。你还全身还半身啊？半身。好啊，走吧。同志，起来吧。您的病不在牙，在这儿。哎，医生，我这儿没病。我从未拔过一颗好牙，您挂错科室了，请出去吧。来，下一个。叔叔好。哎，你好。哎呦，你好。这好长时间没见了。哦，有一年了吧。王师兄。哎。真是你啊！我在后边没敢认你。下班回来，哎，你怎么这个季节回来了？领导特批的。啊，真是不太习惯。哎，有空来家坐坐啊。好啊，有空过来啊。哎哎。稀罕，你怎么大夏天的回来了？你的牙呢？啊？我问你话呢，牙呢？拔了，为了治病，我都拔了。为什么呀？什么为什么呀？你真是个呆子！我得了肾炎，有尿毒症的迹象，我把我自己的阑尾、扁桃体全割了，牙也拔了，听明白了？那你总要跟我说一声吧。
说了也没用，你根本就帮不上忙。怎么了？嫌弃我了？我觉得我没照顾好你。别这样。对不起。对不起，没有，没有对不起我。其实，我给你写了信，想告诉你的，只是怕你担心，一直没有寄出去。张伟，什么事看一下吧。这是他十年前登在苏联杂志上的文章，后来又被欧洲的权威杂志《自然和科学》转载了。你不要紧张，这批文章都是经过组织上审查过的。我看了一下，还有点意思。我记得他说，现在又发现了两种有毒蜱虫，咬了人以后会成呼吸困难的状态。说起这个传染病啊，那就和我们医院的关系很大呀。你拿回去吧。谢谢。不用谢。君梅，哎，坐。好久没来了。办公室还是老样子。办公室里少了一个人，总是感觉空荡荡的。对，那个谁，张主任啊，哎，大药丸的什么批表在你那儿了吧？在。你给我一下，我拿去给院长看一下。你好，就是这个，你们聊。我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我希望可以把这个药品研发出来，这样我也会很高兴的。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把这个药的研发交出来。有些话不便多讲，我有我做人的原则。我只想跟你说一句，我每一次提供给你的药理分析表都是准确的。我这个脚啊，被炸的，就连着这么一点皮，我就用刀咔嚓一下，就这一下，就让我管医院，这一管就是30年呢。院长，我说句老实话，
你要是腿不坏，你当个司令一点问题都没有。拍马屁，拍马屁啊！嗯，院长夫人的手艺就是不一样。拿手菜来了。哎呀，好的，多吃点。妈，嫂子别忙我了，这太丰富了啊！你少喝点儿。好好好，看着他。好，哎哎哎，来来来，小张，啊，你坐你坐，坐下坐下。你也是个大功臣。我们研制了大药丸子，救了多少人，那叫成千上万呐、啊。为了这个，我也得敬你一杯。我无功不受禄，大药丸是陈俊梅研制的。如果没有你支持陈俊梅，呵护陈俊梅，就没有他今天的成就。就为了这个，我要敬你一杯。来，干，老院长。来，哎，好。嗯，哎呀，院长这表现不错啊。我说小薇啊，嗯，你我都应该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了。我呢，是年纪大了，你是先天不足啊。不能再待在现在这个岗位上了。科学大会都召开半年多了，现在全国各行各业举措全部出台。我最近呢，又在认真地学习科学大会的内容。该让陈菊梅和张思雨这样的博士唱主角了。你政治上、业务上积极要求进步，但是。以你现在的水平，不足以在顶尖医院再工作下去了。小薇啊，今年你转业吧，回东北去。你也知道我是老四爷出来的，我会给你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院长，你没开玩笑吧？你的意思是让我转业？是的。让他喝。我听了你这么多年，我这次我不听你的，我不想专业。我喜欢这身军装，我喜欢当军人。魏主任，找我有事儿？我哦，不会是有病人吧？没有，我呢是想和你唠会儿嗑，我个人的事儿。哦，嗯，那就请进吧。啊，进来，坐啊。哎，喝水啊。好。是这么个事儿，我转业了。过几天就回东北老家了，这不，临走之前来跟你告个别。转业？为什么呀？跟不上这个时代了。我呀，给你写了封信，抱歉信。菊梅同志，过几天。我就要坐上北上的列车回东北老家了。这么多年，有件事情一直压在我的心里，在临别之际，我想以书面的形式和你再说说。当年为了点个人恩怨，我跑到上海去查你的历史。这些年对你和你的家庭造成了太大的伤害。我没害过人，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啊！为了我的灵魂，为了这个社会的进步，
我魏国栋向你道歉。小魏，别这么说，这事都过去了。这些年你进步很大。如果你不计前嫌，小薇愿意做你永远的战友和同志。我愿意。这话说出来心里就舒坦多了。嗯，走吧大姐。哎，再见啊。从片子上看，被传染的战士的肺部没有再恶化，可是也没有转好的迹象。告诉他们，呼吸机也要定时的去消毒。好。陈教授，院长，请您看一下，上海确诊感染 H7N9禽流感的那位医生今天死亡了。这么快，才30岁。是啊，抵抗力应该很强啊。耽误了。他的肺纤维化很厉害，都成白色了。是啊。告诉院长，我们在密切观察着边防战士，他们的病情没有发展。好的。来，你来看看这个片子。你看看这俩老太太忙的，啊，多大岁数了？嚯，老魏呀！哎呀，哎，你上次不是来北京看我们家老陈，怎么后来想找你就找不着了？是啊，还说请你吃饭呢，你上哪儿去了？来来来，快坐。我回东北去了啊。我说这个老陈大哥得病了以后，我也帮不上啥忙，完了我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啊，我就在想，他这个病是不是常年跟在深山里边跟蜱虫打交道有关系啊？完了我就进深山去了。啊，你还别说啊，真叫我找着了。啊，有两个小伙子啊，也被这个蜱虫咬过，而且治好了。我说这血清肯定抵抗能力强啊。我拿来了。真的啊？哎呀，真有，看看你的啊，太有心了。哎呦，看看看看。哎呀，老魏啊，这个血清是很难配的。你可真有心。哎呀，还是那个话，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老天爷饿不死家家巧。赶紧赶紧鼓气儿。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哎，见到奶奶了吗？啊，我，哎呀，我见到了，我已经把东西给你两个奶奶了。对，不着急，我多待两天。病人一直高烧不退，黄疸升至420，凝血酶原活动度降至20%，浑身肿胀，布满了丘疹，双眼红肿，睁不开，已经10天了。我们的治疗方案对病人一点作用都不起。从症状上看，是肝病引起的并发症，造成身体多脏器衰竭。可肝脏是怎么衰竭的？还要继续观察。那会不会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引起的呢？对，这种可能也是有的。之前就是根据这个症状制定的医疗方案，可是在常规疗程中一直没有好转的迹象。陈教授，您的意见？病理的分析情况如何？从病理的分析来看，情况比较复杂。我现在倒是有一些看法。我们之前的注意力全部在他的肝脏上面，会不会是忽略了
其他的方面呢？哎，我们之前的治疗方案有没有考虑过药物过敏？没有。那好，我建议把现在的药全部停下来，大胆的使用激素治疗，用大剂量的激素冲击一下，再酌情减量。大姐啊，哟，是你啊！啊，哎呀，魏国栋，你前段时间看的那个孩子，就是浑身发黑的那个孩子，那是我孙子。那是你孙子？哎呀，你也真是的，怎么都这么重了，你才送过来？我把孙子治成这样，我是没脸见你。应该说疗效非常好，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总也拿不下屁稳呢。袁厂长，这在欧美发达国家，一个药的研制、批准，再到这个大批量的生产，是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这都是常事儿。现在又增加了六家三甲医院。哎，陈教授，我有个想法，想赶快把这药品定型下来。甘德安呢太直白了，又像是西药名，我想更名为六味五灵片，您觉得呢？哎呦，真棒，老魏。哎呀，哎呦呦呦呦呦，没事没事没事。你瞧瞧这孩子，判若两人啊！是啊，刚来的时候是个黑孩子，这会儿变白孩子了。是啊，救命了，救命了！这个呢，就是以前的大药丸子，你回去啊，让你的孙子啊试一试。你看，这还有一兜子，吃完了，我再给你寄。好好好好，太感谢你们了。别客气，来过来见见奶奶。这是救命大奶奶，这是救命二奶奶。哎呦，还是那么风趣。上次你看边防战士的病情危重，又和老陈的血型一致，就建议说把血清输给边防战士，疗效很好。现在胸部的感染已经消退了，可老陈这边的身体却越来越弱。我看要不给老魏打个电话，麻烦他帮忙再解决一下血清吧。哎，不行不行，用来治疗的血清不是那么容易选择的，算了。瑞士啊和美国的血液研究病专家呀都认为，我爸现在化疗的药物还得再增加一倍的药量。我也跟 Michael 教授通了电话，嗯，所以要等你爸的体质恢复以后，我们就进行治疗。放心吧。再见。再见。你能把这五味子里的糖分去掉，花了不少钱吧？哎呀，钱呢倒是花了几千万，不过我认为值。哎，不瞒您说啊，陈教授，嗯，上个月啊，国外的一家公司要出8亿要买断六味五灵片，都被我拒绝了。有骨气，有志气。我们医院的实验室已经在做实验。陈教授，用大剂量的化疗药物，北京几家医院的专家组都有疑议。国际上已经有成功的病例。风险太大，出现危险，不可逆转。
值得试一试。老陈啊，书呆子，我还不想放弃，你要听住。陈教授，哎呦，院长，您来了。陈教授，你看这个方案是不是可以再调整一下？第二套治疗方案已经有五天了，这效果不容乐观。是吗？院长，不好意思，让你担心了。啊，向你们通报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吧，隔离区已经取消了，患 HGN9 的边防战士都已经康复了，自由了。他们联名给军委首长写来了感谢信，首长们有批示，军委领导也表扬了咱们医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在想，郭师兄的病，你一定有办法。生与死，呼吸之间的事儿。现在年龄越大，这种感触越来越深了。不过倒是能够坦然面对了。老陈的病还算平稳，这可是一个世界性的医学难题。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治疗效果有明显差异，现在大手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了。报告院长。通知陈教授。院长，情况非常紧急，我希望你们在24小时之内确定他的病情。请进。院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外交部的李司长。这位是我们医院专家组的陈教授。你好，陈教授。你好，李司长。有一位非洲的总统突然病了。什么病？是前天从上海到的北京，当晚就高烧不止。那会不会是非典呢？目前尚不清楚。这位总统已经36小时没有露面了，按访问计划，他应该后天回国。外电已经在纷纷的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希望你们在24小时之内确定他的病情。明白了。是需要我们确诊？对，已经抽调了10几位专家去会诊，但查不出病因。这是他们汇总的病情分析报告。部里点名，让陈教授参加专家组。
Mr. President, our medical expert has a few questions to ask you. 关医学的问题，你可以随便问。好的，我知道了。 Mr. President, we are trying to find out the reasons for your illness. They poisoned me during the welcoming reception in Shanghai. In Shanghai? They want to kill me and at the same time blame China. Did you touch grass, leaves, or flowers? Flowers? On the way to the airport, I personally picked 70 calla lilies for my beloved teacher. She'll be 70 in a month's time. They were my birthday present. Buying flowers for your teacher, that's not in your plan. I didn't want to make me giving my teacher flowers become a big thing. You will see your teacher soon. Have a rest. Good day.各位专家，有一个问题啊。虽然现在确诊不是非典病毒，那到底是什么病毒呢？而且传染性又这么强，虽说病毒的样本已经送到美国。 和瑞士的实验室，但是结果要48小时才能出来。我想拜托大家，能不能让总统在24小时之后出席简单的活动？我去看一下总统。这高烧一直不退，陈教授您看？这样吧。 给我一点时间，我考虑一下。我现在要出去打个电话。病毒研究机构的化验结果没出来就轻易决断，恐怕这是对总统先生的不负责任，同时也会影响到我国的医学声誉。 查看完总统的病历，跟他交谈完之后，一些不经意的症状表明，他很像是一种皮疮病毒感染。怎么能和皮疮病毒联系在一起呢，陈教授？我丈夫研究皮虫已经50多年了，对我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说他是皮疮病毒，还是有依据的。 哎，老陈，总统用药了，他退烧了。我的研究成果能够对你们的工作有所帮助，我很开心，亲爱的。哼，这说明陈菊梅博士身边的这个糟老头子还是有些用的，啊？哈哈哈哈。 The president wants to continue visiting here in China. And at 10 o'clock, he would like to see the doctor that helped heal him, especially the female doctor that reminds him of his mother. Okay. 陈教授呢? 他回医院了。北京昨天发现了3例非典疑似病例。来了。
哟，思雨啊，来来来，快，屋里请啊，老姐姐。哎，好消息啊，癌细胞大量死亡，病情已经控制住了，真的。快快快，我看看。如果说我以前呀见证过奇迹，眼前的就是个奇迹。看看后面的数据多好。哎呀，真的，这是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哎呀，你还记不记得你以前说过，获取正确的信息全靠他，探究奥秘的能力全靠 Hermes。 多快呀，这日子过的啊。思雨啊，这里面可是有你的功劳。老姐姐，你是大医都能治愈别的领域的病了。不敢当，不敢当，我只是治好了老陈的病，当之无愧。哎哎，思雨啊，今天晚上我请客，我们好好庆祝庆祝。好，去看老陈去。没错，赶紧通知国师兄，他一下高兴的能蹦起来。Next,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from China, Dr. Chen Jumei, to read her dissertation.Please forgive my impoliteness, but I would like to ask if anyone here would dare to attempt to guess her age. Whoa. Now, the only reason why I'm asking this is because I personally find it very hard to believe that this vibrant, beautiful woman, like my grandmother, was born in 1925. Whoa. Whoa. A correction here. In our culture, I'm already 87 because my life started in 1924. I stayed in my mother's womb for 9 months. I stand corrected. You know, aside from that, I just want to say, Dr. Chen.Has been working in both clinical research and medical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for many years. In 2003, when the SARS virus appeared in China, her contribution to the fight against this disease was outstanding. To give you an idea, today, currently in China, the population of people infected with hepatitis B virus is almost equal to the entire population of Germany. Without further delay, let me give you Dr. Chen.Another correction here, East Bell. China started hepatitis B vaccination over 20 years ago and has reached great results. The mortality of chronic severe hepatitis in my hospital has been going down from 85% to 38%.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to control the source. Same way for SARS. Same way for this H7N9 bird flu. Cheers.妈，北云啊，你什么时候到的？妈，我听了您的演讲，太精彩了。妈，您看您又瘦了。啊，我现在好多了，已经恢复了。是不是担心你爸爸的身体？他很好，他还问你好呢。是吧？我给你介绍他们啊。Mr. Bell. Yes. This is my daughter,
She's also a medical doctor. Wonderful. And beautiful as well. Nice to meet you. I think your mother is an absolutely astounding woman. Dr. Chen, I don't want to interrupt your time with your daughter, but if I could just talk to you for a moment. Okay, no problem. 我过去一下啊。哎。Dr. Chen, I really didn't want to schedule interviews after the meal because my grandmother usually likes to sleep during that time of the day. That's okay. I just hope the meeting won't be like French dinner. I'm not good for marathon anymore. Deal. Thank you, Dr. Chen.有没有做化验啊？化验单在这里。来。好，恢复的不错。我一定要当个好医生。往上啊，往上，往下看。怎么了？哼，老太婆，我不在这儿陪你喽，我得回去做饭了。好了。